本的贩卖机超可爱的。小自由女神，买了一包草莓。
来第二个。抹茶口味的泡芙，平和を生み出す我々の宿敵、悪の帝王ザーン。敵のロボットが我々の生き返すときっと面倒なことになるんだから。帝国軍だ。待て、何でしょう。仲を調べさせても。小飞象的爆米花，耶，买到了。私たちと楽しく過ごしましょう。
最高の喜びだ。バーズ、ちょっとパブロつけすぎだぜ。僕はもう決まる。宵夜，其实我平常不喝酒的，但是因为看到网络上很多人说这个草莓酒超好喝的，所以我决定买来喝喝看，真的还蛮好喝的耶，而且这是季节限定的哦。然后丸子是在超市买的，因为我很爱吃这种酱油烤丸子，虽然超市的不是现烤的，不过看起来也很好吃。
这里的名产是黑色的蛋。长这样，然后室外的地方可以洗脚洗头，感觉超冷的。贪污妇的浴袍，这浴袍超可爱的哎。
把牛肉放到这上面去烤。等一下。